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早上因为有事情出门，然后办完事就吃个早餐再回家。那今天来到的是那个柳川旁边的米粉汤，古早味米粉汤。那这间我之前也有介绍过，啊，那现在就来吃给大家看，现在可以内用了。那这间店的那个 小菜很多，就是欧北菜，然后就是猪杂，然后比较特别就是每次来都要吃的就是这个猪肺，就是猪肺，然后天梯就是那个猪的嘴巴里面那个上颚。 而是猪心，然后他们米粉汤，他们米粉汤是粗的米粉，这个在台中很少见。然后这家是老店，然后我之前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然后台中卖米粉汤的就是。 只有他们家是用这种粗米粉，我来吃猪背，坐在电网站下面，头发乱流。哦，这个是猪背。 除非一般的外面比较不容易吃到，那口感就是蛮软的，根本平常吃那种猪肝啊、猪心啊，那种比较便宜的口感不一样，它是比较软。很多人不知道猪肺可以吃啊，猪肺很好吃。那这是天梯。 天梯就是那个口腔里面上面那一块，一格一格那个，那它的口感是脆的，有点像吃软骨，但是比软骨还要软，没什么味道。那这样猪心，猪心就不用讲了，不用大家常知道哈。好 米粉啊，配两三样小菜，这样早餐就很饱了。OK， 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要继续吃了。好，那下次有机会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拜拜。